上了车前又是拉手又是说好看的，上了车又不说话，男人果然善变。这庭院还挺有特色的，走吧，进。我倒觉得长得不比贝林差。实验，好久不见啊。是啊，我最近可没怎么关注过娱乐圈啊，不知道这位是。我想起来了，您之前是不是参演那个网剧《秦岚王妃传》里面饰演女主角呀？哎，真的是，我之前还说这个女主角长得很漂亮，没想到现代装更好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二位可能认错了，我是记者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走吧。昨晚还跟女演员共度春宵，今天就换了个美女记者，在逃太子爷还真是多情啊。